何炅与谢娜交情很深。10月23日，何炅在微博上晒出与正在孕期的谢娜合影，何炅还有爱喊话：“因为你幸福，所以我幸福。”两人笑得十分开心。自从谢娜宣布怀孕后，就安心在家养胎，很少在活动上露面。照片中，何炅和谢娜像是在闲聊，各自拿着茶水杯在黄浦江边的阳台上，何炅面对镜头大笑，谢娜也是一脸快乐的笑容，像个孩子。孕期休假的谢娜状态看起来也超好，素颜出镜，活力满满，忍不住为这份暖暖的友谊而感动。随后谢娜老公张杰就转发微博并留言称，给拍照的人点赞，照片实在太赞了，相信还有存货吧。这话令不少网友猜想到摄影师就是张杰吧。后来何老师便回复了张杰，只有你才能拍得这么自在开心的我们。看来在何炅心里早已把张杰与谢娜看成一家人。目前